却人间客，是一众生与爱难求，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，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处理的悲心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留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需百转千回，回去没什么事了，都已经无大碍了。这里距凌霄派很近，你们快走吧。你够了啊！救完人，还要演苦肉计。明知道严旦是如此义气之人，不会转身离开的，你还这么说？行了，可是如今你的仙衣已经破损，还敢散掉修为，你的小命可没从前硬实了，花瓣还是省着用吧。雨墨，刚才你说贵派行事不正是何意？凌霄派杀妖炼丹，有妖亲眼见证。不可能，我虽曾用炼丹去吓唬小妖，但凌霄派是名门正派，绝不会修炼此术。就算是朝夕相处之人，也有不为人知一面。方才苍红对我出手的时候，我便察觉他的法力有问题，绝非正道修行而来。我被关在降妖堂的时候，曾将一片失了破云诀的花瓣留给丹叔，我们道士可以以此破开降妖堂大门的法阵。丹叔如今还在其中，我们稍作休息以后速速回到凌霄派救人。我正有此意。好，一起去。我虽然已经不是凌霄派的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门名声受损。开门的阵法换了。以为有人会来救你吗？他们进不来的。那小花妖走了以后一定放心不下你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一切证据便湮灭无形了。降妖堂的法阵十几年来未曾更换过，若是防你们救人，换与不换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要针对之人是我。若苍红心中没鬼的话，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还好你给了丹鼠花瓣，不然这法阵该如何破呢？这叶兰山的靠山靠得还挺熟练嘛。丹叔，丹叔，
我们走。大叔，还好他只是晕了，没有伤到妖灵。掌门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逆途去而复返，是想明白了，想重回山门吗？看在你主动带回两只炼丹的好材料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，乃是邪术，但也是修仙炼道的最快法门，不是吗？妖在人间，为非作歹，本就该死。若是能助我增长功力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妖缘，假以时日，我定能成为凌霄派飞升天界的第一人。原来凌霄派上下都只是你收集妖缘的工具，你就不怕我将你做的事都昭告天下？到底是师徒啊，这句话唐江也说过，不过很快你就会和他一样再也无法开口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师父发现了你的恶行，你便将那残忍的杀害嫁祸给了妖队吗？是又如何，当初事发突然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也算是天助我，让我能借此将你培养成我最得意的作品。你越是憎恨妖，便越能为我出力。说起来，这些年来多亏了你。唐江对妖最是心慈手软，要是看到你这些年对妖赶尽杀绝的样子，定会是失望懊悔吧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绝对不可能。就你这样的人还想飞升，别做梦了。当你踏上九重天的第一步，便会被送上天行台，灰飞烟灭都不足以治你的罪。三界之内，江州为尊，区区小妖也敢妄议天界。强者，你又对天界有多少了解呢？就凭你的法门，也不会有机会了解了。你现在主动承认，绝不是因为突然良心发现吧？聪明至此，都让我有些不忍心杀你了。不好，他刚刚都是在等妖力吸收。从你们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。真没想到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。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？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，早把你这凌霄派给拆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，就算吃了妖元，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。恐怕这份力量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。
银丹，丹属先交给你了。好。在那边，妖孽在那边，追，快！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链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一直妖气纵横，唯有以此链锁住。否则，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唐昭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抓的人是唐昭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派，被我发现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，杀妖制妇理所应当。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。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了。不要再妖言惑众！如果我真的杀妖炼丹，那降妖堂里必有痕迹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进去一探便知啊。你把炼丹炉炸了，就能毁灭所有的证据吗？就算你机关算尽，但你忘了，你是用火灵炼丹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也会飘向自己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苍鸿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家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昭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！小心！世间辛苦毁于一旦。
苍虹杀妖无数，却死在降妖堂前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掌门死了，镇妖链断了，凌霄派完了。唐周，唐周，想进去看他，就去吧。他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，便与苍虹生死一战，凭这些凡人之力，未必能将他救醒。你不是在清点受伤的小妖吗？情况如何了？我已经让丹鼠和受伤的小妖们先回山境了。那些没有回来的，也许永远无法随我们回家了。无论怎样，我们也算是替他们报了仇，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。现如今人数清点已毕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开，但是没有看到唐周安好，你我都没法安心。师兄，师兄，太好了，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其他人怎么样了？师兄弟们都很好。师兄，你之前说的尽都是真的。苍虹他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我们所有人。唐师弟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怪了你。如今贼人已除，今后凌霄派就全靠你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苍虹之恶在于一己之私利。全凌霄派因为他做了许多错事，如今大家应该想一想，今后该如何自处。是，这几日派中争议很大，大家都不知道以后是否要继续除妖，就连降妖堂那些小妖们也是争论了很久之后才最终决定放他们离开。能放小妖们安然离开，经此一事，可见凌霄派已与从前大不相同。妖妃禁恶，苍虹定下的那些严酷门规，你们商讨之后皆可废除。至于今后该如何行事，当由全派上下共同决定。青青，你秉性善良，人缘也是最好的，日后派中各事当由你带头主持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如今凌霄派大乱的消息恐怕很快就会传出去，寻仇的恶妖必将会趁虚而入。最近这段时间必须加强人手巡查，道远师兄法术高强，待他平静之后你们去听他的安排。还是唐师弟想的周全，我一会儿就去和道远师兄说。放心吧，凌霄派定能顺利渡过难关。你为何还不进去啊？师兄，你伤还没好，这是要去哪？魏妃凌霄派弟子，自然是离开。可苍虹已经死了，你是唯一的掌门继承人。方才你交代了那么多，
难道不是为了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，重振凌霄派吗？是啊，师兄，是啊，师兄。交代这些，是为了见一个前凌霄派弟子最后的责任。如今，我也不再是什么掌门继承人，我只是我自己。大家保重。唐师弟，唐师弟，你要是走了，凌霄派就完了。师兄，如今能够主持大局、继任掌门的人只有你了。我们如此恳求，你当真不可留下吗？你们回去吧。从前我选择修行，一切为了大义为先。但现在，我只想为了自己而活。凌霄派对于我而言，如昨日幻梦一场，绝无归途。银丹，唐周终究不是应渊，他跟应渊一样，十分看重责任，却不被责任所束。你又怎么看待应渊呢？我突然有点同情他。凡人唐周可以选择随心而活，可身为帝君的他，却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徒儿愧对师父，多年来受苍鸿所蒙蔽，杀师之仇未报，反助纣为虐，往日种种甚为可笑。您在九泉之下得见，定对我失望至极。幸而天道昭彰，您的仇终还是报了。这是我捉到第一只妖的时候，你送给我的玉葫芦，你教会我的本事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过。唐周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
别再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给我下了不离锁吗？不让我靠近吗？若是想要逃离，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余墨都会陪着你，但是不能再喝酒了，你的伤还没好。不必如此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哪路的呀？从小，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。可如今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骗局。我一心以为自己在，一直替天行道，却不知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。如今我的修为散尽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。我不再是捉妖师了，可捉妖师唐周又是谁？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仙吗？不，我不是他。可我也不是我。小二，哎，再给我拿一壶酒。好嘞。不用了。严楠，你不必同情我，你走吧。你别再喝了，唐周。如果不这样，他怕是不会停下的。他的修为已经散尽，又经历了一场恶战，现在体内仙衣的痕迹又扩大了，他必须得快点找到下一个神器。如若找不到的话，他体内的仙衣会爆体，那样他会没有命的。他未必不知，这次苍红的事对他打击过大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助他走出心魔，不然他不会再继续寻找神器的。雨墨，如若我们能成功说服他，我们能不能陪他继续找下去？凡人唐周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当然愿意助他。来了，酒肆关张了，城郊闹鬼，老板路过的时候被吓病了。若是以后还想有酒喝，不如一探究竟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喂，老板说你欠了他很多酒钱，捉妖师不做了，这人还是要做的吧？别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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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此地距凌霄派不过十里，从来没有妖敢靠近过。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就不怕被抓了吗？以前自然不敢，不过听说凌霄派大乱，我们自由了。没有人管就可以出来闹事吗？你们很丢妖脸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就和凡人开开玩笑，没想伤害他们。别人觉得好笑，那才是开玩笑。你们这是吓唬。坐好了，好好反省。唐州，凌霄派之过是苍鸿一人的错。这些年来，门下弟子也一直在降妖除魔，确实保护了很多百姓。凡间散落的众小妖，他们脾气秉性各异。作为夜阑山山主的我，深知归正他们究竟有多难。而且铲除恶妖，于人于妖，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你不必自责。你们三个小鼠妖，不能因为自己是妖就胡作非为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无论是人或者是妖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妖。你看我身边这个人，他没有天师的身份，也没有凌霄派的作风，可他依旧在除恶扬善，做一个好人。你们应该向他学习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九次老板真的是被他们下饼的吗？是我们付了钱让他观夜的。可是这些小家伙吓唬人也是真的，那些人被下病也是真的。你觉得我们这么做对他有帮助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依我看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。我看这小子略微欠揍。我还是去看看他吧，这些小鼠妖交给你了，好好教育他们。注意安全。好好反省啊。一个人躲在屋顶上来喝酒啦？你是来撒酒瓶的吗？倒是也得有啊。一个人这样干巴巴的赏月多无聊啊。正好我回来呢，带了点糕点。其实好东西我是不想分享的，但是看在你今天除妖有功的份上，一起吃吧。当初在兰溪镇抓你的时候，你假装小贩，卖的就是这白玉糕。当时呢，我饿了，就吃了几块。我始终记得这个味道。你还提呢？提到这个我就生气。刚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吃了我们那么多白玉糕，还把我关在你的玉葫芦里，一关就好几天，都快饿死我了。我现在想到这种事情，都想画个符诅咒你。那你要我帮你忙吗？那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妖都该杀，幸好没有将你收进降妖塔，今后做事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。你刚刚说今后。你好一点了吗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。你好一点了吗？严丹，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疏远我了。月末说那个人伤你很深，上元节那天我看你笑得很开心，所以你应该是好一点了吧。我本想着看你安好了就离开，但没有想到又连累了你。上元节那天我看到你的花灯了，还有一次我中了寒毒，在神霄宫外放了一块熔岩，放熔岩的人是你吧？
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叶楠，你突然向我道谢，听起来有点不太习惯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知道，你耗电了吗？多吃一点吧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不小心划伤了而已。嗯，你也吃。嗯，这个味道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。快走，严丹！严丹，我再用剑指着你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用剑指着你了。严丹，严丹，原来如此，你竟在梦里，也不想伤害我。圈圈心意，时不能应，唯有。还你一个如愿美梦。本店所有酿酒的珍稀材料都在这儿了，姑娘你可以慢慢挑。百花露水在天界唾手可得，在凡间却成了稀罕之物，这已经是第八家了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老板，这是百花露水吗？姑娘，你可真是好眼光啊，这可是我家祖传的秘方，据说是从上古年间流传至今，由上百种花的出路汇集而成。不过此物可要纹银150两啊。我买了。恢复记忆之后，你的变化还真是挺大的，要不然夜阑山的山主之位给你做。别闹了，我现在只想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其他的不过都是虚名罢了。那你怎么突然间想起如愿酒了？唐周总是做噩梦，身为朋友，我不想看他那么痛苦，所以想让他试试这个。秦启，严丹，你怎么下山了？是来找唐周的吗？师姐。猫妖呢？这猫妖太过狡猾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猫妖已祸害我府上多日，频频骚扰我家小女，他已被吓得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。本以为你们可以降妖除恶，谁知这鼎鼎大名的凌霄派出动这么多人，竟连只猫都抓不住，徒有虚名，无能。抓不到妖怪，钱我是不会给的，我看以后你们也别做什么妖怪了，趁早换个行当吧。哼，劳烦请留步。凌霄派并非是你想的样子。你也是凌霄派？我们虽然不是凌霄派，可我们受过凌霄派天师的恩惠。当年我全家被恶妖所抓，多亏凌霄派的天师从天而降，将我们全家解救出魔爪当中。你们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莫齿难忘。哼，那想必是昔日的凌霄派，如今凌霄派掌门已死，群龙无首，门下弟子一遇到妖怪，一个说要这样，一个说要那样，自己先内讧起来了。猫妖折腾得我家宅不宁，两波捉妖师折腾得我房子都要塌了。我想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，我向您保证，三日之内必定会抓到猫妖，给您一个交代。
笑着笑容我残雪，不计较时间怎样颠沛变迁，都与我并肩。若岁月是片荒野，你是花田，种下回忆片片，从来没说过想念，爱从何时化成蝶。相交织成火焰，不熄灭忘了沿途风雪的凛冽，独自领略过世界的圆缺，终于在你心里停歇。两两相守一生，历尽所有考验，不埋怨时间会干苦涩变成甜，不问永远多远，笑意深深浅浅，我是如果言语言。两两缠绵丝缠，相交织成火会干苦涩变成甜，不问永远多远，眼里的笑意深深浅浅，往事如过眼云烟。